Hello Hello， 大家好，中午时间快到了，然后哈利也快下班了。今天中午准备做个抓饭，不知道做的会不会正宗，到时候大家给我评分就好了啊。之前播的时候，大家收到了那个树胶，当时不是做那个活动嘛，双十二的活动，送了这个人参艾草洗发水的这个小样，然后很多朋友收到以后就说这个小样特别好用，就想买大瓶的，一直问我有没有大瓶的洗发水，人参艾草的这个洗发水其实是有的，它是大瓶，是这个400毫升的，旁边还带这个护发素，然后想要的朋友直接到我的橱窗去下单就可以了。好了，走吧，去做抓饭了。看我的食材就是简简单单的皮鸭子、胡萝卜，然后肉还有米。给大家看看我新买的围裙好看吗？我比较喜欢绿色，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就他给我们评论说，看着我们不像刚结婚的感觉，看这个锅感觉我们像是结婚10年的夫妻一样。其实这个锅是之前婆婆用的，我们新买的锅在婚房里边。起锅烧油，先把皮鸭子放进去，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增香，然后把皮鸭子捞出来，羊肉或者牛肉都可以哦。放适量的盐。回来了，我的快递，奥尔米根，来，这是啥？瓜子儿。哈利，你刚刚说啥？你等。耶。Жауынынар мезгіл жетті ғой. Армандар орын балды да бойнақты қалыс көшті ғой. Жауына. Қан ғиылмес қал екен, қарғадай ғана бір қыздың көйдейін тасын. Көйдейін. Неге, о, жүнден қайда бүгінгі көйдейін мазы екен ек қақтал. О, мәйтсі көйдейін дәу бейдел ду. Ми ой еден сізе қалы.水稍微没过米就可以了。吃抓饭的时候呢，一定要喝奶茶。看，我们平时做奶茶的时候用的都是这种砖茶。看，整碎的，每次泡之前要给它碾碎，它就是这样子的。看，哇，呜，好了好了，大家看一看我的抓饭。味道闻着还是感觉挺香的。噔噔噔噔，看我的抓饭已经做好了，然后有馕，有凉拌，然后有水果，然后这是奶皮子。哈利，好吃吗？还挺不错，挺好吃的吧？嘿嘿，看，每天我们就在这儿边看电视，然后边吃饭。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小日常。就是今天我做的这个抓饭，我自己吃了，我觉得也比较好吃，而且今天的味道感觉比以往的会更好一点，是吧，海林？嗯。味道怎么样？评分不是啊？那就是这。
준혜가 주즘 나름해 아메즈 나름해 으르 고스프리도 이거 타비 고스프리도 就是我之前特别喜欢在抓饭里面放那个杏干，还有就是那个葡萄干。当时做的抓饭有点甜，然后今天这个味道刚刚好，大家可以按我的这个方法尝试着做一下。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欢迎敲响小铃铛，感谢你们支持。